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读书时间。我们今天继续读《红楼梦》这本书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。李库等从头看到，一局横无君，长望西风抱梦思，谬红尾白断肠时，空篱旧圃秋无痕，秋无迹。冷月清霜梦有知，念念心随归雁远。寥寥坐听晚沾迟，谁怜我为黄花瘦，未与重阳会有期。访菊怡红公子，闲趁双琴试一游，酒杯要盏莫烟流。霜前月下谁家种，栏外篱边何处秋。蜡屐远来勤得得，冷吟不尽兴悠悠。黄花若解连诗客，休复今朝挂帐头。种菊怡红公子，斜锄秋圃自移来，篱畔庭前处处栽。昨夜不期今与活，今朝有喜待双开。冷吟秋色诗千首，醉觉寒香酒一杯。泉盖泥封秦户西，好鹤景静绝尘埃。对菊，枕霞旧友，别圃移来贵比今。一丛浅谈一丛深，萧疏篱畔磕头坐，清冷香中抱膝吟。暑去更无君傲世，看来唯有我知音。秋光荏苒休辜负，相对原一意惜寸阴。共菊，枕霞旧友，谈情浊酒喜堪愁，几案亭亭点缀幽。隔座香氛三径路，抛书人对一枝秋。霜清纸帐来新梦，浦冷斜阳忆旧游。傲世野莺同气味，春风桃李未烟流。咏菊潇湘妃子，无赖诗魔昏晓清，绕篱奇石自成音。毫端韵秀临霜写，口角琴香对月吟。满纸自临题夙愿，片言谁解诉秋心。一丛桃令平章后，千古高风说到今。画菊横无君，诗余细笔不知狂，岂是丹青费较量。巨叶泼成千点墨，攒花染出几痕霜。淡浓神会风前影，跳脱秋深碗底香。莫任东篱闲采坠，贴平聊以慰重阳。问菊潇湘妃子，欲讯秋情莫众莫知，蓝蓝负手扣东篱，孤标傲世携谁影，一样开花未抵迟。浦路庭霜何寂寞，燕归折鬓可相思。莫言举世无谈者，解语何妨画片时。簪菊蕉下客，平共离灾日日忙，折来休任镜中妆。长安公子樱花僻，彭泽先生是酒狂。短鬓冷沾三径路，
葛巾香染九秋霜，高琴不入十人眼，拍手凭他笑路旁。曲影枕霞旧友，秋光叠叠重复复重重，前度偷移三径中，窗隔疏灯渺远近，离筛破月锁玲珑，寒芳流照魂音住，双映传神梦也空，珍重暗香踏碎处，凭谁醉眼任朦胧。菊梦潇湘妃子。离畔秋酣已较清，和云半月不分明，灯仙飞木装身蝶，忆旧还寻桃令盟，睡去依依随雁断，惊回顾顾恼哲鸣，醒时幽怨同谁诉，哀草寒烟无限情。残菊蕉下客，露林双重见清奇，宴赏才过小雪时，地有余香金淡薄，枝无全叶翠梨披，半床落月恐深切，万里寒云雁阵迟，明岁秋分知再会，暂时分手莫相思。众人看一看，赞一首，彼此称扬不绝。李库笑道：“等我从宫平来，通篇看来，个人有个人的警句。今日宫平咏菊第一，问菊第二，菊梦第三。题目新，诗也新，立意更新了。”只得要推潇湘妃子为魁了，然后簪菊对菊共菊化菊一菊次之。宝玉听说，喜得拍手叫道：“即是即功。”黛玉道：“我那个也不好，到底伤于千巧些。”李库道：“巧的却好，不露堆砌声音。”黛玉道：“据我看来，头一句好的是浦冷斜阳忆旧游，这句背面附粉，抛书人对一枝秋，已经绝妙。将共菊说完，没处再说，故翻回来，想到未折未共之先，意思深远。”李库笑道：“故如此说，你的口角情香一句也敌得过了。”探春又道：“到底要算横无君沉着，秋无忌梦有知，把个意字竟轰然出来了。”宝钗笑道：“你的短鬓冷沾葛巾香染，也就把簪菊形容的一个份儿也没有。”湘云笑道：“携谁饮未抵迟，真真把个菊花问得无言可对。”李库笑道：“那么着，像磕头坐抱膝吟，竟一时也舍不得离了菊花。菊花有知，倒还怕逆反了呢。”说的大家都笑了。宝玉笑道：“这场我又落地了，难道谁家种何处秋，那缕远来冷吟不尽，那都不是仿不成，昨夜雨今朝霜，都不是种不成，但恨敌不上口角情香对月吟，清冷香中抱膝吟，短鬓葛巾金淡薄翠梨披，秋无忌
梦有之这几句罢了。又道：明日闲了，我一个人做出十二首来。李库道：你的也好，只是不及这几句新雅就是了。大家又评了一回，复又要了热螃蟹来，就在大圆桌上吃了一回。宝玉笑道：今日迟熬赏桂，亦不可无失，我已吟成，谁还敢做？说着便忙洗了手，提笔写出。众人看到，迟熬更喜会阴凉，泼醋垒将性欲狂。饕餮王孙应有酒，横行公子竟无常。其间积冷缠忘记，纸上沾星喜上香。原为世人没口腹，颇先曾笑一声忙。黛玉笑道：这样的诗一时要一百首也有。宝玉笑道：你这会子才力尽，不说不能做了，还褒贬人家。黛玉听了也不答言，略一仰手微吟，提起笔来一挥，已有了一首。众人看到：铁甲长歌死未忘，堆盘色相喜先尝。鳌峰嫩玉双双满，壳凸红纸块块香。多肉更连青八足，住情谁劝我千伤。对资佳品愁佳节，贵佛清风菊带霜。宝玉看了正喝彩时，黛玉便一把撕了，命人烧去。因笑道：我做的不及你的，我烧了吧，你那个很好，比方才的菊花诗还好，你留着给人看看。宝钗笑道：我也勉强了一首，未必好，写出来取笑儿吧。说着也写出来，大家看时写道：桂矮同因作举伤，长安檐口盼重阳。眼前道路无经纬，皮里春秋空黑黄。看到这里，众人不禁叫绝。宝玉道：骂得痛快，我的诗也该烧了。看底下道：酒味涤心还用菊，性防积冷定虚僵。于今落府成何意，空谱乐谱空余何属香。众人看毕都说：这方是实现的绝唱，这些小题目原要寓大意，才算是大才，只是讽刺世人太毒了些。说着，只见平儿复进园来，不知却做什么，且听下回分解。第39回，村姥姥是信口开河，秦哥哥偏寻根究底。话说众人见平儿来了，都说：你们奶奶做什么呢？怎么不来了？平儿笑道：她哪里得空而来，因为说没得好生吃，又不得来，所以叫我来问还有没有，叫我再要几个拿了家去吃吧。湘云道：有，多着呢。忙命人拿盒子装了十个极大的。平儿道：多拿几个团起的。众人又拉平儿坐，平儿不肯。李库瞅着他笑道：偏叫你坐。因拉他身旁坐下，端了一杯酒送到他嘴边。平儿忙喝了一口就要走。李库道：偏不许你去，显得你只有凤丫头，就不听我的话了。说着又命嬷嬷们先送了盒子去，就说我留下平儿了。那婆子一时拿了盒子回来，说二奶奶说叫奶奶和姑娘们别笑话，要嘴吃。这个盒子里方才舅舅太太
方才舅太太那里送来的，方才舅太太那里送来的淋粉糕和鸡油卷儿，给奶奶姑娘们吃的。又向平儿道：“说了，使唤你来，你就贪住嘴不去了，叫你少喝中耳吧。”叫你少喝中耳吧。平儿笑道：“多喝了又把我怎么样？”一面说，一面只管喝，又吃螃蟹。李库揽着他笑道：“可惜这么个好体面模样，命却平常，只落得屋里使唤。不知道的人，谁不拿你当做奶奶太太看？”好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今天先读到这里吧，那我们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